OK， 赛特来了。OK， 又一张赛特，不知道是怎样。免费的赛特一直来，这可以直接升的。不过亏这一块，身为一个客家人有点小亏。给我夜色吗？那可能是皇冠，不管。大家怎么驾驭那么激烈？我怎么他妈四张切回来驾驭这么激烈？怎样？哇靠！驾驭怎样？驾驭是发生什么事情的？靠背，我们这边拆家了。可以先不要，我不点他了。我要找什么现在？的阴谋吗？喂，我没有好运姐，好运姐是哪去了？金刚这就不拿了吧，这没那么好。夜色波比感觉超怪的，赛特就不追了吧，那么多钱。现在要下播吗？等一下我要去教学，就等一下我先教一下，就是问你们后面要玩的，可以怎么用那个，用那个设定。夜色等要敲掉，感觉。打完要不要交个金刚？我等下先试下教学，晚点也可以来。我等下先观察教学去了。为什么 K 阿卡丽有两种 ，KD 又滴不到？两只是一样的，你要切，你把形态切成 True Damage 就会变成 True Damage 的了。你只是滴不到，原因是因为你刚好都是用那个。KDA 在过度，所以你就没有 KDA 的，那其实是会有的，因为两只是一体的。对，那个打我上，那个上面要打那个 NYE 的 server， 然后密码是八个零，我等下示范一次哦，你们先打一下这把。看庄怎么开吧。你要从这里，然后按。好背。先这样吧，你开了这个之后你要按加入，然后网络名称应该是 NYE 的 server， 密码是80，这样你试试看。然后这边防火墙例外要记得把那个 PUB 的给加进去。我没把这个无尽蓝 buff， 不这样怎么敢玩这个，对不对？
欸，问个问题哦、喔，英钢是不是其实拿这个蛮废的、啊？因为大多数的角色都是比较贵的，没什么低费的，就两只而已。新钢是不太适合拿小小伙伴，我感觉好像这没有很适合。这样 OK 吗？就你从这边可以去连，然后连完记得在防火墙另外这边打开来。八等极限开，我还喜欢一波，你打。OK， 问题很大了，现在也是不如死啊。三星钢三斗士看起来超低能，好一点星钢看来有没有敲掉吧。就有些打什么，就有些打我前面那串 IP， 就是 26.24 那串，然后后面那个821也要打。你有找到哪里打那个吗？哪里打那个就是进游戏的地方。参加多人没错，等一下我再跟你说在哪里好了。等我一下，也不可能不开宿舍，等他滚，等他滚就没有名额，来扎克滚换好天选，还要插到扎克滚的时候吗？有点难，不是输邀请码，是参加多人，参加多人底下有一个小视窗，我待会再跟你说，我打完这个。对啊，快死了！来跟你讲，马上就挂了。一滴能活下来吗？可以活住。现在就是不要碰到拿铁，拿铁应该是打不过。闯进去了吗 ？OK。而赛在滚，你没冲撞啊，重点。赛在滚的这个约克也没冲撞，更尴尬。应该是这个要滚，其实。能大胆一卖吗？不行，
大蓝银麦人也没了。一块就可以大胆一卖了，一块就滚蛋了。不过其实要找一个好天选也不是很容易的。不打我就要溜了，打完我要去教学了。啊，帕鲁服务器我会开着，你们想玩的都可以进来玩。然后等下教学一次怎么样用那个服务器，还有些人没玩过，去吧，先抽干吧，很难。当波比其实也可以拿了，比较稳定一点。是拿铁的镜像，应该会火，应该会火爆的。打镜像应该不会输，啊，希望不会。OK， 这边几百是最漂亮的。可以有分了。真恶心，他还说谁？OK， 越来越好了。打一下，让阿里先清楚走吧。大概是我跟拿铁撞一波，才知道谁会吃。啊，干！扎克应该换这个的。不过扎克换那个的话，爵士的羁绊开的比较少，又有优缺，不换也行吧。打这架的话，你最好把前排顶在第一排，这可以不要了。但波比是一定要对他那个的。因为你波比不卡住他的话，那个卡影会转进来，很危险。有卡住，会赢吗？应该赢的。哇，我们这个飞火要补着补着要三连击了吗？太狠了吧！三把新钢教学局，好吧，这三把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顶级教学。三盘新钢三把鸡，这个飞火要，请问大家看的还蛮爽的。三把新钢，三把鸡，这就是阳寿人的威力。
然后比赛准备888了，我感觉。我感觉过两天比赛是准备888了，我不知道你怎么看。谁叫 NY 的黑奴一号啊？笑死！为什么没人在看 B 点啊 ？OK， 又一击。好啦，三把鸡下播，三鸡应该是光荣下播，无情三鸡，精英了没啊？好像精英了，我不知道够不够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